今天我们要来爆炒鹅卵石。搞什么搞什么？哎呀，谁？喂，马田。嗨，我最近跟马田两个人啊，花费的有点多，穷到要吃土了。台湾是流行这么说啦。对。但在地球的某一个角落，有一群人，他们流行吃鹅卵石。就是外面的这种石头树雕好像就是树一下然后丢掉，所以它就叫树雕。他们呢不是在吃鹅卵石，他们是会把鹅卵石拿去炒，然后在鹅卵石上面加了一大堆酱啊，一大堆一些香料之类的东西，然后他们就去素那个味道，然后再把鹅卵石丢掉。那蛮像那个吃的什么螺啊？对，其实就有一点像是螺的感觉，但螺至少有螺肉，这个是真的穷到不行的时候，我们吃那个口味，我觉得会很好吃啊。谁要吃不好吃又吃不下去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吃不下去的东西一定是非常好吃。而且老实说，你看到新闻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荒谬，就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但你其实仔细去想，他们其实就跟吃螺肉的概念是一样，差不多，就是吃的是小龙虾，有人吸那个汁，吃而已就丢掉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来实测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是好吃还是不好吃。我昨天在找这个东西的人做过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能说没有人做过。我不是先驱了吗？不是，因为之前我以为终于找到先驱了。为什么是这样？因为之前有人说我们的影片都是直接复制他的影片。哦，真的吗？因为我们的题材有变一样。然后我昨天在找那个人有拍哦，怎么办？那我们要再走，再来一次。我才发现，你知道吗？他那个人留言了以后，我才有绝招吗？来啊！我在看他的影片，有哪一个可以拍的，把他写下来。太厉害了！好，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呢来上我们的配料。没错，我们就是吃这次的。那我们今天准备的材料有什么？有酱油、米酒、橄榄油、油、辣椒大王、一点糖、糖，然后葱蒜姜，姜就是吃这个我们的主料，葱蒜姜。等一下，给你别的工作。好，还是看不下去了，马上阻止我。等一下，来去皮，去谁的皮？这样。啊，这么累。好，来蒜头。蒜头不是要用大刀拍它吗？但是我们是用蒜头还是蒜蓉啊？好像是蒜片吧。要素哎，你要素，它要附着在上面才有办法素得到哎。那我们真的什么吃的都没有哦。对啊，一点点吃的料都没有哦。没有啊，真的那么惨吗？这就是这道料理的精髓啊。好吧，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也是咬了不会吞下去吧。槟榔会吞吗？槟榔不会吞哦，所以差不多啦。换个想法哦，换个想法啦。这个以后放在槟榔摊就没事啊，对不对？顺便做啊，顺便买一个树雕，对。来，切片，哇，蒜片，蒜丝，这个是姜啊，姜丝。蒜丝你来，我给你示范蒜丝是怎么做的。姜丝，要你做最帅的部分。咚咚咚咚咚咚咚吗？好，来，你是这样，对，你挡住自己。我是左撇子，难怪晒不起来。你看，你看画面，完全看不到，晒不起来耶。是不是？我就说右手就比较帅。你看，对耶，就是。左手跟右手一走就跟你说了，這個、做菜欺负左撇子哎，还是是这样，好，有可以可以可以啊，不是我好像是小朋友出来了，我好像是小朋友在玩刀，就跟你好像还是有点差别。哇，你剁得很用力耶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剁不用力会怎么样？剁越碎，人越好。下面是要接什么？有人知道吗？剁越碎，人越帅哦。是不是这个咬发音咬一样？剁越碎，人越帅，差很多。不同发音，好不好？天差地远。好了，够了，不够，我受够了。不够帅吗？够帅，够帅，够帅，还是帅？讲久了，我普通话真是越来越烂，平常都已经快听不懂。很帅，很帅。好的，完成。接下来来到重头戏了，我们的鹅卵石。你知道这鹅卵石我们去哪里买的吗？哪里买的？我们去水族店。为什么你不买别的颜色比较好看？白色看起来比较好吃的颜色。会不会是你用其他颜色怕别人把它吞下去？哇，这太好吃，你会吃？对对，就小朋友吃下去，要再警告小朋友。对耶！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这集很危险。这里哦。对对对，这个超级危险，这个千万不能模仿，好不好？你看我们做，很怕你真的去公园捡石头回来煮。
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些东西千万不要做。对，很穷的时候也不要做，宁愿吃土还不会有事。吃土好像好，来点油，我觉得好笨哦。他只是感觉到那个笨，我必须得拍张照。今天的晚餐没有做 YouTube 后的晚餐就是这样。来，油，哇，好快哦，来哦，石头窝里到。我也有点怕。200 years later， 这个窝太薄了。哎、欸，啊，我告诉你也没有用，好像废话。炒这些硬的东西不能用那个有涂层的哦锅，不然会磨坏。对，但你不会这样做吧？哦，我们需要那个盾牌哎，因为它里面水分太多了。来，再开，让它先把水分挥发掉。對，你有个口，然后喷你干嘛？哦，很可怕哎！等一下，这个跟厨艺没有关系吧？我们把水蒸发掉。你盖上盖子的话，水怎么蒸发掉？对，它有口啦。你看那个口，它会循环两个小时。我拿出榴莲盾牌。所以石头是熟的。他们要曝晒过的石头，熟的鹅卵石，熟石头。蛮像料理耶，那个感觉对不对？那个料理的感觉出来了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加料了，差不多，差不多了吧，对不对？好像有点味道出来了。这比我们之前玩那个高压那个还可怕。三、二、一，哇！是油太多吗？好像是，要不要倒一点油出来？哦，对哦。为什么比我下的时候多啊？我们下的时候没那么多吧？只有一点点而已。对，现在还很多油哎。对哦，我们炒出石油了。油嘞，炒石油感觉蛮顺的。哈哈哈哈哈！把我们的配料加进去，蒜跟姜。哇！我现在在爆香的动作，很像热炒店的味道。OK， 我们加一点酱油来提香哦，各位。哇！米酒适量，把那个味道给它提出来。哦。哇，好香好香！辣椒糖，好哎。哇，好像可以哎，真的，真的蛮像炒那些海鲜。就是意外的，好像可以。有点期待。最后。葱花，哇，叔叔阿姨出锅啦！看起来好好吃哦！哇！好啦，来了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好大！好吃。错哎，但是真的要就掉，因为它很热，甜甜的海鲜的味道哎，看一下店吧，真的停不下来。开店感觉会一直赔钱，不是赔成本，医药费，我觉得真的会有人把它吞下去。再小一点，更容易吞下去，会死掉啦。那巨大的吞不下去的那种，那种怎么吃的？各位不假，真的好吃哎，而且这很有趣，但是。只能是几种石头吧，不是所有石头也能用炒的吧？应该是哦。石头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，对，钻石啊，你可以来点钻石。炒钻石吗？炒钻石，我觉得也会做。哎、欸，好吃哎、欸，真的不是随便乱讲，它圈里就是很烫，会像下酒菜一样，一个接一个。我觉得没问题耶、欸，我觉得是就你当初看到的时候会觉得很荒谬，对，但实际上合理耶、欸，大成功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我们。做食物失败，做不是做不是食物的东西这么成功，评个分，得好 ，right， 今天差不多到这里告一段落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别忘了给他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。我还听说有炒冰块的，可不？要不要？我们下次来试试看炒冰块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Bye.叔叔阿姨出锅啦！哇，发！什么？
热吗？好烫。